大家好，我是 Anita 梁欣欣。今日我的得奖感受当然是震撼啦！你看我几重视一身的装扮咧，就是因为我非常之重视 DSA 呢一个奖项啦。因为我自己咧，2000年入行之后咧，一路的奖项主要都是一些业绩的奖赏，并且今次咧是跨媒介和跨领域咧，是不同的 industry 我哋一起参加呢一个比赛嘅。所以咧，今次呢一个系讲紧全港嘅一个比赛啦，我觉得能够得奖非常之荣幸，亦都咧非常之多谢公司一直以嚟咧 Prudential 一间好好嘅公司啦，宝城咧喺中间嘅过程愿意投放咁多嘅人力资源去 support 同埋栽培我哋，呢个系非常之感动。而另一方面，我好想多谢嘅当然系我身边嘅同事啦，并且我相信咧今次呢一个过程，让我在这个表达力、沟通力方面都大大提升，让人知道就算很洋文化，好像我这些很相信信念和爱的，都可以在销售这个竞争性的行业里面成功的。宝城